来啊，刺啊，刺起来啊！妈妈，妈妈，有人要刺青了。我妈，我妈要一个礼拜不跟我讲话。我跟你讲，多刺一点，下次 GQ 可能会找你。我讲不出话了。你好，我是 Mars 二三，我的职业是歌手、创作人。我是林盈蔚，我来自台北，我的职业呢是一个歌手，也是一个品牌的老板娘。我们小时候是那种打架打到打的。我们小时候是很爱打架啦，长大之后比较少一起出去玩，对，因为他有他的朋友圈，然后我有我的朋友圈这样子。我姐是那种你完全不知道他会出什么牌的那一种。我猜今天他应该会带我们去吃美食之类的吧，因为他是一个美食家。我们待会首先要去的地方是烘焙材料行。我很喜欢去逛家乐福、Costco。我就是享受那种我在逛的过程。边挑东西，然后边想一下自己的事。其实是蛮抽离的。而且其实他在当 Mars 二三之前，他还真的有试过在网络上卖他的饼干，卖的还真不错哎。后面忙不过来，全部叫我爸妈。卡到后面，我爸妈也 hold 不住了，就说啊，不要做了，不要做了。而且我为了要学这个饼干，我还特别到美国寻找所谓的正宗的 brown sugar 到底是什么。美国的正宗的 brown sugar， 它的质地呢，我觉得比较像是日本的有一种三温糖，它有一个黏黏的感觉，然后它的颗粒不会说太大或太小。我觉得它优点就是它很喜欢什么都 DIY 自己来。就连他做什么咖喱有没有，全部都是他从零开始这样自己弄，我就觉得真的很闲哎，太闲，太闲。哎呦，这件很可爱。哎，你今天要不要就直接来做一个你的 churro 菜？巧克力豆软饼干。首先我会先可能看一下他们的奶油区，然后分有盐跟无盐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牌子，铁塔牌，巴黎铁塔，铁塔牌，像这个就是那种啊，巧克力豆，放了巧克力豆，我通常是会抓80%，就是苦甜，就是它80%就不会太甜，不然吃起来太甜。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这个三温糖，你捏捏看那个感觉，哦，它很细耶。然后小苏打粉跟泡打粉，它帮助不管是蛋糕还是饼干膨胀 spread 长高，长高或变宽。面粉的地方，最重要的地方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高筋面粉就是做面包很硬，然后中筋面粉就是饼干，就是中间值嘛，然后低筋就是做蛋糕软的。但我们今天就是中筋面粉就好。其实我们要买的东西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到下一个地方去。Let's go。哎呦，姐姐帮弟弟开门这样子，这样对吗？我19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两个就是去士林夜市逛街。然后逛了一半，到底是谁突然说走，我们去刺青？我有揪他去刺青过。我们的第一个刺青是我跟他一起去逛士林夜市，然后我就说敢刺青吗？他说敢呢。我说走啊，然后我们就去刺青了。我记得我国三的时候，就我跟爸爸讲说，如果我以后去刺青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说你刺哪里，我就把哪里打断。所以呢，我不敢刺啊，除非有人陪我一起死。所以那一天，我觉得我们会这么冲，就是因为来啊，要死一起死啊，对吧、啊？鼓起勇气耶，我们超可怕。然后回家就是因为他刺在手臂上，然后我刺在脖子后面。大热天，两个人，一个人穿套头，然后一个人穿长袖，这样遮遮掩掩，最后还是被发现。但真的就是一个很 random 的感觉，就是好走啊，刺青啊，走啊。然后我们就逛逛逛，然后就说，哎、欸，这间刺青店看起来好像不错，我们就进去。这一面墙那么大一个看板，必须介绍一下，就是这我们跟 Tattoo DNA 联名的一个刺青修护霜啊，我知道，叮铃哦，这是女生的，因为之前毛哥送我的时候，他就说你如果刺青痒，然后可以擦，然后因为像我嘴巴很干，他说你也可以当做护唇膏，我就想哇，神器 ，Welcome， 这是毛哥 VIP 室。我好像有一个刺青就是在这边刺的。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两个是分开刺的、分开刺的。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每个拳头这样碰在一起，小时候就觉得哇，我长大一定要也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可以这样子。
但是手背很痛，尤其是接近骨头或者是这个嫩肉的地方。哎、欸，那个很帅，那个鬼头很帅、欸，般若哎、欸，可以预约一个般若吗？妈妈，妈妈，有人要刺青了。我妈要一个礼拜不跟我讲话。你再刺青，我就跟你断绝关系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，现在都没断呢。没有断啊，说说而已。那去吃饭了没？就看你饿不饿啊。超饿，巨饿。带你去吃好料。大料够。Alright, cheer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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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发行第二张专辑叫《不远处》，这张专辑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？神呐、啊！啊，是哦。嗯，因为我记得弟弟从小就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嗯，就你比较不会去算命啊、拜拜啊什么，就是从小就比较铁齿一点的小孩。殊不知我这几年算了很多命这样。那我觉得。会想要去接触这些身心灵东西，我觉得有一部分应该是你想要更认识自己吧。哦，他都会去闭关啦。我其实会给自己安排大概一两个礼拜，然后我可能会去花莲啊、台东或恒春。这个算是我一个自我疗程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呢，抛开这一切，不管你要去哪都好。What's up? Are you ready for the ultimate pork rice right here? 我好饿。来，你感受一下吧。怎么样？来，怎么样？它的卤肉饭很有去脂哎。我刚刚讲它有一个卤很进去的感觉。不是，因为它的蛋液跟那个卤肉一起。我还记得前阵子啊，那个蛋不是突然好像因为禽流感，然后没有蛋嘛，然后来到这边。上面没有蛋，哦，真的？我直接想叫 Uber 回家。Damn, bro！ 哦，谢谢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小章鱼哦。对。香哦。Told you, I told you。100分。嗯，好吃。刚刚听说，就是你们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，然后你都会帮姐姐承担。跟她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每天都不用想要吃什么，她会煮各式料理。她在家里养了一大堆香草啊，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罗勒啊、罗勒啊、百里香啊什么。对，然后整天就在那边喷她那些植物，边跳舞这样子。啊，是吗？我应该影片还留着。认真吗？你的黑历史。这么开心哦。对。Cheers！ Yes！ 谢谢 GQ， 祝大家幸福美满。Yes！ Cheers！